谢谢师傅，谢谢师傅。7月4号，当时我是刚把乘客送到那个威海这边一个景点叫猫头山嘛，乘客下车刚走，然后我就往外走，往外走的同时就正好看到他们三个人从那个山坡底下上来，他一伸手，我感觉他可能要叫车，我就停下车，就是把车窗打开问了一下，他就说他钓鱼嘛，那鱼钩勾在那个女生这个太阳穴这个位置了，女生反正是很害怕很紧张，都说话都有点发抖，我说那赶紧上车，然后呢就是打着双闪按着喇叭去那个市里的那个急诊那直接给送到了。他给我发了个红包，我给他退回了，这个就太没必要了，帮个忙应该的。